虽然我们没有生活在 One Piece 的世界里，但还是有很多人坚信世界上有大秘宝，只要用心找，就一定会有收获。国外男子 Jake 就是个坚定的寻宝猎人，他经常潜水，探索水底的神秘世界，还专门构建了 YouTube 频道，170多万粉丝，也算是这个圈子里的知名人物了。那天他下水寻宝时遇到了怪事。刚开始，他像往常一样找到了一些废弃物，后来却发现了一个奇怪的黑色东西。寻宝猎人的一条准则就是，任何线索都不能放过。他立刻铲土，终于找出了一个神秘的黑色宝箱。这个箱子包装得很好，难道里面真的有秘宝？这么多年的愿望就要实现了，他心情很激动，立刻打开来查看，没想到里面竟然是一包很像灰尘的东西。 Jake 敢做这一行，胆子当然不小，仔细查看一下后还是被吓了一跳，原来这袋东西不是别的，而是骨灰。他忍不住狂骂法克，法克，激动到喘不过气，差点溺水。不过在河底发现骨灰总不能不管，为了表达对死者的尊重，他还是把骨灰带上岸交给警察，请他们再丢回河里。将整包骨灰丢进河里是什么仪式啊？就算要魂归河水，也应该撒进去，而不是整包丢吧？总感觉这里面还有故事呢。